还不好。真无语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果然很难看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你们没发现我的嘴巴好像变大了吗？嘴巴变大了。我心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哪里都难看，我困了，一到这个点就困，一到这个点就困。你看，滚！还不让人家说实话了，本来就不好看。还不让人家说实话了，你们太过分了。给老子死！哎呀，不，合着我在电脑里面没有一个人沦陷我，什么玩意儿啊！你们真是服了。好的，我先换个衣服去。我就穿个衣服，好大好大，大大大。我今天看我自己有点像那个我看我自己有点像外国人。哎
有点像外国人。不是，有一点。哎呀，好累呀！我天天好累呀，怎么这么累呀？不好看，我应该穿那个，穿那个好看一点。穿这个好像，拜。我手机充了电，没电了。吃几碗呢？我吃一碗够吗？吃一碗应该不够，就吃两碗。哎呀，吃两碗要浪费。我才说我不能浪费的。我不能浪费呀，兄弟们！但是我一碗不够吃，怎么办？你们看到没？我的眼睛是黄色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眼睛是黄色这个事儿，没那么黑。哦，对，琥珀，你们怎么知道我眼睛是琥珀色？行，琥珀，知道了，说一遍两遍得了呗，说那么多遍。行，搁那天天学，说什么意思啊？你讨厌。用户铁公鸡不刷，说这娃小付出了。做旧很团的，你们知道我有把钱。怎么这么难看？就是，就我最近吧，我这个嘴不行，一点颜色没有，我都涂个红嘴唇去。我这脸怎么这么？我想开个瘦脸行吗？让我开点美颜行不行啊？
真无语，给无语住。I'm lighting gold. OK， 搞得太亮了。这个肠是我最喜欢吃的，超级喜欢吃这个。你家哈尔滨红肠这样啊？你怎么可能呢？哈尔滨红肠这样，他死了，他也别叫哈尔滨红肠了。哎，他还真不是鸡肉肠，他是淀粉肠。淀粉鸡肉肠，但是它没有鸡肉，它是淀粉。我就喜欢这种没有肉的淀粉鸡肉。一下子我不能浪费。没有鸡肉，没有鸡肉，它这个纯纯的肯定是那啥的，不会有鸡肉。一块不能浪费，一块不能浪费。它这个蔬菜也很好吃。这个太香了，这个，不可能，绝对没有肉。它有肉，它怎么可能？咱俩吃的不是一个，你给我发的那跟你跟不是一个。我这个是，我这个是这个。给大家推荐一下莫小仙六菜一肠，贼好吃。我希望这个他能过来给我一下广告费。
没烧水，很尴尬，好尴尬。太尴尬，有点尴尬，不过没关系，问题不大，烧下去。我就说嘛，用要的，肯定要烧水。自热呀，但是五要烧水，烧水他可能别管，你们别管我。我总觉得烧热水再煮它，它才会熟。别管我啦！广场的大钟，嗯。啾啾，迷之操作，没事儿抖一抖，没事儿抖一抖。我穿这衣服不好看，我想换个衣服去。不可能，咋可能？我是那种加科技的人吗？不抖，我怕把超管抖了。不的，不的，都没有口红了，但我又要吃饭。很急，很饿。真挺好看，我今天线下看，镜头里看好看，不是镜子里面看好看。没事，自我欣赏一下。感觉这手机太小了，手机太小了，放不到我这张大脸。不是我在镜子里好看，我没说在手机里好看。可爱你，我困了，想睡觉了。我今天给你们加班了，我可是
没有，不可能！我要敬业，我努力，我加班，我愿意，我开心 ，fighting， 呜呼！我有双下巴这个事儿确实是众所周知了，妈的。今天他有一点猛烈。今天他很猛啊！今天吓死我了，好猛啊！太猛了，你在这你也害怕，你以为你们别把功德消没了，你们你在这你也得这样。每天阿姨做的饭我都得吃，不吃阿姨生气，她会觉得是我做的饭不好吃吗？嗯，然后她第二天她就说话，张嘴啊啊啊啊啊！
值哦，今天确实有点咸了。好开心哦！哇，这太烫了啊！啊啊！嗯，张嘴。哎呀，好咸呐！这个不行啊，不这不就饭太咸了。没什么味儿，不是我，是谁呀？不像我吗？我不像我吗？这多像啊！你这不一个人吗？我播手机会，确实是会说东北话，因为你如果要是你在直播间讲话跟现在讲话一样，大家就不用看手机了。你谁呀？我你爹，我能爹，我能爹，行吗？你非得问呢？你问的。这是角瓜炒豆丁，二台吗？不想说话。玩的时候贼安生，那他也没跟我手机玩过呀。没手机跟我玩过，不是安生，我就是不是我跟你我能爹是河北那边的话，东北就是我你爹我谁，知道了吗？就是跟。完全不一样，黑龙江跟那边完全不一样啊，河南的是吧？不一样，东北话跟河南话完全不一样。突然的跑酷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山东的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不是我这边的。管他哪儿的，反正都是中国话。四瓶，
我现在在我现在在安徽，我没有在东北。熟了吗？熟了吧？饿了。那你看，这熟了吗？熟了吧？熟了吧？几分钟啊？几分钟啊？八分钟应该可以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嗯。应该行了吧？应该行了，我觉得应该行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应该不大了。哎呀，粉丝熟了，肯定就熟了。不是太香，我闻不着啊，那闻着了，还是一股方便面味儿。涮开了吃，粉丝儿熟了，应该熟了。那看着粉条子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了？一开始没有这么多。别说那没用的，你妈从小没打过你啊！你不是东，你就算不是东北人，你妈从小没打过你啊！你妈要是从小没打过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说你家里亲戚没有人打过你，你们别扯一打人就是东北人。你先回家问问你看看你妈妈打没打过你。你但凡要是说你妈没打过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早晚在社会上挨揍你，早晚会有人治你。老说我们东北人打人，我们哎呀咋的了？真闹挺，当然是直播了，不是直播，是现场直播。在哪儿呢？哎，今天这个八分钟正正好好，不多也不少，你再煮点儿它就那啥了。哎，煮点儿就。软了，他现在很筋道，辣呀，不好吃，加你们不好吃。真不好吃，你们别吃饭，我这在这挺着呢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对，我都不想吃。没办法，肚子饿了，所以就得添点东西。
辣，又香又麻又辣，真没招。这蛋子还是蘸点糖。不吃。吃不喝，这没有办法。哎呀，快给你们先吃一口，太烫了。我吹完了，来，吹完了，这个给你吃呗。它还有点烫。好吃，烫，麻麻了。这个梗啾啾的，这不好吃，没有鲜的好吃。谁给我送办卡的？谢谢房子，我不带。别说，我都看见了。谢谢你的办卡。还有小秘密，小秘密可不行。为什么？看我很不行吗？还有人抓你啊！哎，好像看到了那天阿蛐的事儿，蛐蛐。像好像阿蛐那事儿。
有点麻。真的吗？想办法把他骗走。这肠真不好吃，就有点香。吃过吃鸡闹了，给给你给你，太烫了，给你吧，一会儿再吃。今天这个藕片儿额外的脆，不好吃。太烫了，涮一涮，太辣了，我接受不了。
想拽我了。吃的我后背上的。吃的我后背好疼。太好吃了，啊，不对，不好吃。不好吃。那你没吃我手里这款啊？我跟你说了，吃这个，别的都不好吃，就它好吃。呸！你别管好不好吃了，反正你就吃这个就对了。我的大鼻涕。你们不会嫌弃我吧？不是烂，还有点烫。你吃这个东西喝牛奶不行。增加酒，知道吧？增加酒不亦乐乎。哈哈哈哈。不要爱上姐姐，只是个传说。
我感觉有，我刚才一直在扒拉，但没扒拉到。我只能说不知道，但是感觉有，不过不重要。我跟你们讲，这种粉儿真的就是又软又细又不好用，知道吗？还是那个宽的比较好，它宽的筋的，然后还宽，好吃。它不好吃。就这么用啊。就这么用呗，还能怎么用？我开什么美颜了？我没开啥呀。我这嘴巴太性感了，现在嘴巴好性感，现在嘴巴很性感。我记得那天有人说我啥来着，有个大哥说我奶颜不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。无语，真是无语。我说哥，你会说话，你就多说点儿。我吃点饭，我怎么就变态了我？
话可不能乱说。什么话？我怎么能不知道？所以要跟我整点变态是吧？真的，真的自助小火锅。哎呀，要变态还得是你啊，杰哥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还有人接到了，真无语。那天我看一个人吃饭，他就吃那个面条很烫嘴，他就吃半天才吃进去，然后最后从鼻子里面打了个喷嚏，从鼻子里面出来了，到底那根面没吃到。我吃饭为什么突然问我脚底黄不黄？跟你有啥关系？他是在我家装摄像头了吗？我脚底是有点黄。吃橘子的时候就黄，不吃的时候就不黄。看我吃不吃橘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不是变态了，兄弟们，这他妈是臭流氓呀！这个，你说变态都侮辱变态了，好不好？我直播的时候眼睛开那么大，你们不说我眼睛大，现在说我眼睛大，有病。
兄弟们给我翻译一下 roll 是什么意思 ？roll 啥意思？行，我偷摸擤个鼻涕去，不知道啊。这是凉冰的棒卡，开始播播。啊，真来我不行，那你不行。那你也不行啊。那你不行。你这不行。哎呀。我也不行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口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我真是服了，哎呦我天哪，哎呀有病吧你们，你们有毛病吧，哎呀我这口饭能不能让我把这口尝吃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部位，我希望你们等着我把这个吃完了之后再说行不行，求求你们了，我快点吃。哎呀，哎呦去你们的，真的我真服了。哎呀我真无语了。哎呦我去，哎呦。哎，我去你们的，我真服了，我真无语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我怎么远着了，真服了，我都服了，我服来了，服死了。有毛病。你。我剩还好，我吃完了，剩了一口面，我吃不进去。
然后涂个口红。哎呀，有病吧！哎呦我去，我真服了！去你的，有毛病吧？吃的是那个，自嗨锅。对呀，哎呀，真无语了。还有银素，我关于我说话这夹不夹这事儿，就是你听你听不听你就死出去不听。我用多种语言跟你们沟通，你们不觉得有意思吗？难道？我就一直用我的声音跟你们讲话，那太可爱了，那不能那样。我知道吧？你倒是没急，你这个。还不至于让我急呢，因为我不在乎你，所以我不会急，懂吗？换一个位置，我们在这儿吧。嗯，这儿好看一点。妈，这儿我好像吃了死海仔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真服了，有毛病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刚吃完饭，哎呀。哎呀，我去！我去你的！我真服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！哎呦，啊，你好意思说他？你，哎呦，我的妈！哎，你能在这听，你也不是很正常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就我现在在这直播，我都不是很正常。你以为？服了。
黑龙江哈尔滨的，哈尔滨的，谁吉林的？杰哥吉林的。小的们太变态了啊！哈哈哈，贼变态，不想说啥了，我都。嗯，不是我。这个灯光好看一点。哎呦我去！荣誉。哎呀，我整笑了，真的。王八上学憋不住笑了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，哎呀，我去你的，我真的，我去你的，我真服了。这分儿了，有毛病，有毛病吧？你变态，别死我直播间儿，行不行？你们出去变态去，烦死了！你们在我直播间变态，你们真分儿了，我真的。哎呀，哎呀！这句话给我整破了，这句话我真不我真的我真的哎呀我真的就哎呦我的妈呀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你们是不是干过这事儿啊？你们？啊？你们是不是干过这事儿？干不干过这事儿？说说实话。真无语了，真无语，我真无语，我真够醉了，笑了。应该都干过吧？你们刚才谁说的？肯定就都干过，别说了。哎呀。哎，以后你再也不是那个大哥了，你就是那个，
你看那个是喝过料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去，哎呀，哎，哎，这草莓有点个性，这草莓刚咬出来，怎么都没有？哎，那你们看这草莓有没有点个性？这个洗洗吧，全是泥。算了，不洗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，给自我洗脑，就不洗就不洗。我给团儿邮了一箱草莓，那草莓到现在没发货呢，我的都发货了，他那个还没发货。这最歪的，但是它最好吃，好好吃，它甜，它好甜。不行，哎呀，肚子开始叫了。我刚这句话说完，好像吧，好像小脑不健全。我不一定是这样拉下来的，就是不一定是直线，可能是破了，所以你这个嘴不一定是，所以就是不能接着，要兜着，知道吧？不兜着它就喷出去了。哎呀，带个漏斗可还行。
啊，撑死我了，不行了，快去等着我吧，我应该是一会儿就不行了。杰哥，快等着我。一般人征服不了我，可还行。哎呦，太撑了，撑死我了，我吃撑的了。小仙，啊，吓我跳！小仙女是不会窜稀的，我希望你们知道这一点，好吗？不是，我说，噗。小仙女是不会窜稀的，小仙女都是，就是，我一般都是利索，就是憋着，真的。哎呀，我真无语了。他要开动了，他说他要开动了。小仙女都是，小仙女不拉了，小仙女都是吐出来，行了吗？就不拉，就吐。去你的！你们有毒吧？哎呀妈呀！别说了，我现在肚子有点疼了。你们有毒吧？你们？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直播间，这直播间哥们这直播间，你们准备好了？行吧，我希望一会儿你们可以，我不是。张嘴了吗？我真不是，本来就不是。Yes， 绝对够你的，雨露均沾。那个我知道，你们需要吗？如果你们需要的话。
我可以连续喂你们吃一个月的哈密瓜，要不要？需要吗？你有毒吧？这叫用户的神经病，谁偷摸就拉了？哈哈。要不要？要吗？需要的话，我从今天开始了。需要的话，我从今天就开始了。我就咚咚咚，芒果味儿，芒果味儿也行。可以，我刚吃完草莓，哎，那这一波就可以。按道理来讲，蓝莓应该是蓝色的。便宜你了，便宜你了，可还行？真服了，真恶心！我下播了，我不想跟你们这么恶心，太恶心了！妈呀！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，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，孤单打着一个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。放屁，我没有。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，好听。我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先吐，把胃里疼地方，为了吃我的。看我的嘴型，我的，哎呀，笑死我！好想笑，太想笑。我撑死了，我蹲一会儿。那明天我给你寄点。说吧，你是用罐装还是用瓶装？我到什么年龄了？我到了该送你走的年龄了，我到了该送你上路的年龄了，我到了该到让你断子绝孙的年龄了，是吧？嗯，用吃完的黄桃罐头瓶子装。
虎牙。我没有黄桃罐头。我没有黄桃味的罐头。几点啦？该下播了都。你们老是不让我走。再播八分钟下播了，三点半下播。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，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，孤单单这一个你走，确定你曾爱过我。可以再玩一会儿，嗯，再玩一会儿，严总再玩一会儿。哎呀，不到，不回。我撑死了，我好想跪一下，我好撑啊，撑死我了。哎呀，啊，撑死了，服了。真无语了你们。没去。但我真的要撑死我吐。不想吐。有点想吐有点。哎，我去把这个打了去。啊。闯关。攻击。把这个攻击了，啥也没有啊，空空都是。推，第一口给杰哥，看能不能出到一个卡。没羊啊，没羊。要求怪多的，要求好多。出不到，什么都出不到。那什么，下播呗，累了。大
家都吃饱了喝足了。是时候放我下播了吧。真不是，我就是困了。哎，我撑，我不行了，我撑死了，怎么办？我感觉我的肚子要撑爆了。我不行了，我撑死了。我不上厕所啊！我不上厕所，我就是撑，我不想上厕所，我就是撑。站着好一些。站着走一走，喝一喝，呜哩呜哩呜哩，呜呜呜！下播了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！明天再唠吧，咱们明天。我们唠啊，明天再唠，拜拜。比心，感谢兄弟们、兄弟姐妹们的支持跟陪伴，咱们明天再会喽。拜拜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晚安，晚安，good night。